来看其他消息，在屏东的舞台，去年发生有人逮捕越狱的动物的案件，有那威胁的民众的厝内面，来敲出这台湾乌熊的尸体。经过四个月调查，屏东地检署侦查起诉，阿公在三年来，让人来逮死乌熊有四只。过去的这只被捕杀了，搁予民众用机车载算的台湾乌熊吗？屏东舞台去年十二月发生捕杀保育类动物的案件，赶紧对民众厝内找到乌熊甲水流啊等保育类动物的尸体。经过四个月的调查，屏东地检署采纳侦查起诉，被害的乌熊竟然唔拿一只。在我们辖区，不到三年的时间内，共有四只的台湾黑熊遭到猎杀。甚至于其中有三只黑熊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接二连三的遭到杀害。去年事发当时，当地部分民众认为是乌熊走入来庄仔头，猎人为着保护老人甲囡仔，才会捕杀乌熊。但警方调查认为，事发地点总共有七个互相熟悉的猎人，对民国1809年开始分别犯下四个案件，从捕杀的乌熊出现伫牡丹乡的溪边，也是山坡地，距离庄仔头路程分别是0.4公里到16公里不等，无存在乌熊走入去庄仔头被捕杀的情形。猎杀5只台湾公山羊，也就是所谓的台湾长鬃山羊，以及5只台湾水鹿，均为保育类动物。唔呐，台湾乌熊另外阁有捕杀的同款是保育类的台湾野山羊水鹿啊。检方认定相关涉案人士总共9人，涉犯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违法拉捕，台死保育类野生动物相关会使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会使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、屏东报道。